好好谢谢大家。老板在台上哽咽那一刻，已经想到，但是讲不出口，实在太想。对，因为描述。哦，你心情起伏好大哦，今天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如果你讲的话，你当场会就会落泪。嗯，对，我怕我会，空白。会想看到什么？就是谢谢他很这么爱我，我觉得很多时候，对，心很纠结的时候，他都在。爱我也是吗？那有什么想跟老公说的？你也很骄傲，太专业了，太专业了。嗯，对啊，谢谢他一直在我旁边了，陪着我，陪伴是最重要的。